哦，阿丽也是要坐里面。又拿了。等你来有事了，有了，加八人去啊！要等你。说每一年都会来纪念一下。啊，每年都会来一下，顺便开会一下，寒假的。开什么会？集中啦，集中啦，集中一下啦 ，OK。这些人全部寒假有什么东西吗？哦，都是自己的啦，不是政府啊。没有，全部是以前的那些人，以前也是有，以前就是他现在孩子也是有，也有来了。嗯。但这个屋子住这边就是谁？这边是他，这边是第一村。第一村。一村的他们都现在，不过以前有些他们也住，有些在，他们现在很多在街上也是有买屋子的。嗯。他们也有住了，以前给工人住咯。反正这个地村这个村啊，很多人的啊，百多两百人的、啊，很多回马。哇，很多下哦。很多回马的，对他地方就是以前因为他很多山头，变得很多地方分来分去，很多个一个人一个山头，不像一大一堆全部在一起，因为他地方没有这个很平的地方啊，就没有变成了你这个这几家的那个山头，那几家在那个山头变得很分得很散，嗯，变得很散了。人是说以前很多上百人了，不也百多人了。后来以前一部分回去回马了，我也就在空屋子在了。空在以前没有这样多，以前不以前做民宿嘛，不懂这个不能改做民宿嘛，不懂。嗯 ，Airbnb 这个。嗯。好像是民宿啊，是民宿了。对。哦，没派。啊，叫民宿。嗯。这个村是最大村的。这个就没有照顾了，这个。现在可能有点季节有好价，还多一些回来早期，就更加少。不过很多他们在乌东街上也买屋子的，嗯，有时候也是要住乌东街，那个有些回来住在新村家，我们都没有。